Welcome Super Game. Chào mừng các bạn và anh em đến với Super Game. Hôm nay mình sẽ review cho các bạn và anh em xem một nhân vật khác tiếp theo trong series game của Tencent mới chính thức vừa ra mắt.你看你也叫什么，不论，就来塔山人。我对，剑气留痕，很近，闪躲，剑意之风，长笛狩猎，消散。可算是到了，这就是京城吗？ 你知道你都干了些什么好事吧？干什么？不就是揍了一个正在欺负我？这里应该就是那头前面死。所以你本来都快问出全姓情报了，然后被一个突然跳出来的人给坏了。是呀，是呀。真巧啊，嫂子，阿胜。 咱媳妇不给上，咱们已经没接招了，没戏，你是不是误会什么？误会？人都让，啊，这个说是我爷完了。杀！这群没用的家伙。好了好了，你们都听懂吧？这是个误。我收到了之前新密码秘诀，好了。 还挺帅，是我喜欢的样子。行，就这样。前面似乎有女孩被流氓缠上，我还是去看看吧。妹子，我不好意思，你来真的呀！来人呐，有人要打人了！滚蛋，不要跑！ 你找下一个人来也没用。躲了多少？别跑！我一动，撕开暗夜。怎么样？这才是真的。找到工作服了。 比想象中要轻松。什么事？这个陆哥他后来那家伙因为憧憬我，向加入大国通。然后呢？然后呢？谁答应了呢？那家伙现在。我说你。啊！我。
gần tìm thích.你醒了，要跳，你没事了，好，这里。 这就是虚拟，哎呦，应该就是，这控制器要怎么用来的？啊，找到了，结果，这就是虚拟，妹子，你别停，等级别上出去，别停，第二轮要是血月大招事，能帮你们顾一下，人想不想你啊？顶上的，双轮，夜盘还来了，哪个你的胜利还啊？是不是没有保护的人？你看你也掉进了，就在哈山。 我正在选飞机呢，到底招谁惹谁了？来了，你再坚持一会儿，等我休息，好好再给你发点指导，你就别再坚持了。再见，猛闪！再见，猛闪！火！剑气流分！再见，斩断剑气之风！长局硕兵消散！怎么样？ 别好，别去包里，没用口。
刚才是怎么回事？我没事。人都到齐了吧？我简单说明一下规则吧。从现在起，第一题。揭晓答案，答。请听题。答案是对的。第三题。虽然答案错，我们进入第四。回答对的都是。最后一题，站在左边。徐子林，仓库里。猴王，别说好啊！回来，我会召唤灯。徐子林，看我的，不放！来，给我过去。准备愉快，需要帮忙的话随时找我。我生气，对他。我这个夜火走，起烟对他撕开暗夜。我这个誓言，誓言赢了。那当然，徐总，对，就是你。你好啊，你们哎，年轻人有前途。Yeah!